它是个远程职业。你的右键跟左键都可以用，所以有技能。先蓄积你的左键。左键是嗯，哦，左键是躲避。嗯，对，右键蓄积。一二三四五。嗯。右键是躲避技能。啊！触发龙魂时刻了。进入 BOSS 战，他妈太强了。我看一下这个新的角色吧。对，你按那边 W A S D 有一二三四，然后鼠标本应该有。因为你满级了，打你。三四就行了。停一下 ，OK，OK。OK, OK